接着五号林玉芬，目前在桃园永庭工商观光事业科石旅餐饮任教，身高166，体重58，专长调酒、旅行规划、阅读。谢谢主持人，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嘉宾，大家午安。我是五号林玉芬，浓郁的玉，芬芳的芬。同时，我现在在桃园担任就是观光科教师。那我现在也在临床大学进修观光事业学系的研究所。那很开心今天来到这边，希望可以向各位前辈学习一些在我不同的专长，然后结合我自己调酒的部分作为推广。因为我本身在高中就是调酒选手，所以我在高中常常代表台湾，然后到各地去比赛或是表演，或是环岛巡回的义卖活动。我们曾经在高中就是巡回火车站，然后把那些钱都是捐款出去的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么可以称呼你林老师啊，是林老师可以。是，那么就是你本身的话，因为担任教职嘛，那你自己也还在继续进修。那如果说有这个机会啊，让你这个代表台湾出去的话，那可是时间的关系，如果冲突的话，您会怎么去处理？像今天比赛，我们学校是非常的支持我的，我今天是给予我公假，对，那练习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所以他会让我配合这边的时间，是的。可是如果说要到各个国家去的话，这样学校会一直让你请公假吗？可以的，因为如果我出去可以协助到不同的协助帮忙或是表演，只要是能推广自己，推广我们学校，我们台湾他们是非常乐意的。对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的五号李玉芬。五号林玉芬，才艺表演要带来的是调酒。
谢我们的五号李玉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